高精行仪不朽传奇，欢迎收看《高精传奇》。在顶一集的故事当中，咱讲到道开甲十善信在佛祖面前结盟，就抓要完成七宗大业。甲道开分别的几位大师一路上北，来到石金山的文殊寺，看到弯弓塔，伊忍不住开始哭。本来想要将善意为当地好嘅人手中嘅赎回，煞失败啊！也毋过，这嘛让伊心中产生挂念。快跑到危险嘅指挥大师，伫峨眉山实在神经神经。为神经遐，知影当年嘅归宗师已经衰败啊！若毋是一位乞丐嘅神迹，连时代最后一张青泥嘅古像。拢会被予彻查人当作查收。有一天，大师游访到西山的云峰时，伫壁顶看到当年唐玄祖中计了后，伫遮休困的时阵所创造出来的诗词。伊感觉这个人有超然出世的态度，想要甲伊熟识。想袂到过几啊年后，由南京官员周元飘来引荐，成功甲唐玄祖见面了。关于大师座下的唐玄祖，甲指挥大师之间，阁会发生什么代志呢？今天的高精传奇，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指挥大师的传奇故事。在拄开始吸引风采总经的时阵，指挥大师都定下敬山总办不得发经，灵岩发经不得总办的规矩。因为气候、人力、资源等等的因素。去葬的地点在数年后，山区南平浙江景山的浙教庵，又个因为保存的问题，将放总经办的所在，山区景山的化城寺。所以众人遵照伫浙江庵去办，保存伫化城寺，伫浙教庵或者是化城寺印本，也个有伫嘉兴灵验寺流通的规则。所以。一部总经才会有嘉兴宗、灵岩宗、敬山宗、风七宗、万历宗等等的名称。指挥大师向唐玄祖提出这项提议的时阵，唐玄祖无任何丢毒，就表示讲伊愿意皈依伫大师的座下。指挥真可为唐玄祖举行一个小小的皈依仪式。在仪式上，大师赐予伊法号寸喜。唐玄祖真意去向大师来请教，指挥大师微微笑，甲伊讲：人的心只有方寸遐尼大，也毋过众生衰伫将恩怨情仇、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甲悲欢离合，钻入去遮尼下所在，予伊无法度方看清。为师希望你能常常以观想来达到消毒杂念、精神统一的境界，让你心中的方寸之地和虚空之境来相应。唐玄祖讲，伊会谨遵师父的教诲，而且用这来提醒家己。万历十七年，由指挥真可主持的风七大总经在五台山开始举办。多信佛教的主神洪太后知影这个代志，就将当时已经名声满天下的指挥大师请入宫中。李太后将一束指甲来送给大师，大师看到藏在金碧盒内的紫金袈裟，哪笑哪跪嘞，讲出一首偈语：三十年来江海游，孙雄遍纳度春秋。祖禅宾骨难皮脂，死于高林复定真。来记载洪太后的相术，何止白大师记载这么多摆的诸神洪太后，大力拍伊个下手，讲要甲治罪，严格说服边个民心中来阻止。民心中爱李太后承诺，讲家己有一个问题，想要请大师为伊来解答。假使大师的答案予家己满意，请洪太后一旦予伊将功抵罪，
假如说姊妹真好，回答得不好，到时阵再阁降罪嘛未慢。朱信洪太后听到了后，心内怒气才渐渐啊降落来。明神宗叫进士，将家己前几工抄的一部《金刚经》交予姊妹大师。明神宗爱注意经座顶头的分量。姊妹大师行累了后，提起又阁轻又阁薄的经座开始看。明神宗问大师讲：“伊提笔抄写经文的时阵，会一直流汗。”汗去滴到经纸，才会完的一点一点。即马应该安怎处理才好？大师笑笑的，将经纸放回去了，讲：孤寒一滴，万世丁牛，无穷法藏，从此放光。明神宗小工解了，大声笑出来，一滴耳朵好。伊心内将几百大师念的偈语想过几啊遍。感觉真欢喜。明神宗的头对坐伫下面的李太后讲：“既然姊妹大师完美解决对着提出的问题，安尼太后是不是当卖怪罪伊啊？”朱信洪太后微微笑讲：“当然。”就将指甲来收回来，放姊妹大师出宫啊。后来这个代志传出去，唐玄宗。俄罗大师不慕虚荣的恭敬风骨，写出一首《姊妹不朽知衣考核》：“莫能衣食如天敌，且以真水待利家。男左移动轻夫国，相逢何用知家世。”在佛教当中，真强调嘛，真重视空的观点，诸如。万法皆空，五蕴皆空等等，拢是咱常常听到关系空观的佛教语句。空是佛教真重要的教义之一，所以佛门冒空门之称。一切万有皆是缘起，就是空的本意。所谓空，不是讲什么拢无。颠倒是爱咱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对待世间万物唔通执着，凡事拢爱看透意思。空观是非常奥妙的存在。在《释摩诃演论》当中，提出虚空十义来解说伊的意境。内面写讲，空有周遍、无障碍、平等、广大。无形象、清净、不动、绝对否定、空空，还有不可得这些合义。佛教历代高僧一生默默修行，不求闻达四方。经典不朽高僧传奇节目播出之后，受到观众广大的回响。感谢您无私的爱心，让高僧传奇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护持电视节目制作。话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万历十八年，在南京分别了后，姊妹大师和唐玄宗两人常常写批来奉上联络。过程年，唐玄宗常常病了真重，甚至不得要死亡。在千里之外，姊妹大师马上写一张批，派人快马加鞭送去唐玄宗住的所在。倒伫个眠床顶的唐玄宗，昏迷时间渐渐增加。批送到位的时阵，刚好拄到伊清醒。唐玄宗用伊摔着到会颤的手，真恭敬来拍开师父的批。真言是姊妹大师慰问的话。在批内，大师传授伊佛教空观的法门，希望伊常常修习，而且照着这来对应这张牌。唐玄宗遵照姊妹大师的意思，精神的时阵，就潜心修行来参透。过无偌久，伊的身体竟然就安尼康复啊！康复了后，唐玄宗甲伊的好友更记得讲。这段时间，姊妹大师是安怎甲家己鼓励、
佫是安怎排解家己的烦恼。姊妹真好，真正是伊的良医药王。就算唐玄祖的身体好真多，伊有缘逐天拢会拨时间来禅定，认真来探索空的境界。伊甲姊妹大师第三摆见面，正是姊妹大师前往南京木关，伫个茶下山为别个精灵祈求讲经的时阵，唐玄祖当时知影这个消息，不管外口当咧下大雨，嘛唔听别人的苦劝，冒着风雨过去啊。行四十里的夜路，唐玄祖伫个早起才行到茶下山。姊妹大师一开门，看到规身躯湿漉漉的唐玄祖，感觉真欢喜，也感觉真意外。拒绝大师的提议，唐玄祖坚持要甲别人做伙听大师讲经讲法，甲白唱。整个过程当中，伊拢乐在其中，也真享受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。分开之前，两人阁约好要继续用书信来联络，绝对袂当因为距离打断因的友谊。万历十九年，唐玄祖在南京担任礼部祭祀的主事，伊上表一篇《论辅行可行疏》，甲传东条官神贪赃枉法、激动淫俗的各种恶行，义正言辞谈起修复新施行，一个可行幽门记，一个恶如灵。苏文顶头真严肃来批评这二十年的政治缺点，这个行为唔好新施行令人不满，连民心中都无啥欢喜。唐玄祖这种有话直接讲的行为，换来唔是加官进爵，连倒是红马红边官。皇帝将伊贬去遥远的广东雷州半岛，做一个挂名的小典礼。最后，唐玄祖对当时的朝廷政治更加失去信心。两年后，在朋友的帮助之下，唐玄祖被调去浙江的遂昌做地官。拄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官，唐玄祖唔知影伊会当做啥物。心力交瘁的伊，常常写批给姊妹大师抒发家己的情绪。姊妹大师真有耐心，甲引导，反复伊逐天拢爱禅定，放下心中的杂念，渐生修行自我。渐渐啊，唐玄祖放开心内不满，开始面对遂昌的问题，而且做出应该做的处置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也做出一些政策，让遂昌当地呈现一片复苏的景象。姊妹大师每次收到唐玄祖的批，都很认真地回复。这次听到他仕途不顺利，而且又让人变卦，感觉说这反正是度他出家的好时机。所以大师就整理行李前往遂昌。这也是两人第四次的见面。姊妹真好，在杭州坐船出发，前往游龙关，速度来用行的盘山过岭，走到遂昌。姊妹大师一路无休困，来到地官府，看到唐玄祖的头一面，伊哪喘哪埋怨讲：“实在是为着要见你一面，如今真正是吃尽苦头啊！”唐玄祖小讲一下，才反应过来。赶紧请大师去洗身躯、换衫，好好休困。正脚还未下出雨顶，这位大师就越过来，真趣味的念讲：“唐水冲，唐水冲，唔带冰川，带山乡。贪我千言万语来，几回日寒渐衣裳。”这位大师家己念完了，带着笑容，真满意，对着带路的人离开啊。老唐玄祖一个人真无奈，徛伫个原地。隔天刚早起，唐玄祖带远道而来的大师四界游览，两个人参访真侪寺庙佮古迹。唐玄祖问大师讲：“敢佫有想要去的所在？”姊妹大师讲：“
家己早就听人讲，伫水冲关的下巴有一支东山寺，是雅静清幽之地。实际到迄个所在，唐玄奘看到伫一片树林当中，有一间古朴淡雅的寺院。袅袅青烟伴着虫甲鸟的叫声，让伊忍不住讲：“这有影是一个静心修行的好所在，让人心内感觉真安定。”智慧大师甲唐玄奘救咧，坐伫水池边的一丛大树下，慢慢地讲：“在东朝末年，有一位叫做冠休的和尚，捌伫东山寺静修14年。”冠休就抓要把18罗汉的像拢画下来。每一摆伫拄着困难，拢会有神灵伫梦中甲指导。一直到伊画出最后一尊罗汉的时阵，迄位神灵特别入梦甲指点。神灵甲伊讲，必须将水面所看到的影甲画下来。唐玄奘回讲，安尼讲起来，冠休和尚毋就是最后一个罗汉的前身？智慧大师点头，继续讲：“无毋对，传闻讲伫即块水池内面有一只红色的鱼。伊逐摆伫水面看到月娘的影，拢会就伊认为是鱼哩，收过去食。一天过一天，一年过一年，这些鱼早就已经吞吐千般变月娘的影。伫冠休和尚阿腰看向水池的时阵，月娘的影。”化作一粒金丹，迄阵时将金丹食落，就变作一尾龙，将得正果，飞升天际。唐玄奘听了真有趣味，佮问大师讲：是毋是因为冠休和尚的代志，才予伊想要来东山寺参访的？刚才看到智慧大师一面予人约袂出意思的笑容，伊站起来，伫平静的水面轻轻的背一下。引起一阵又一阵的水波，然后才慢慢地回答说：“是，也不是。冠休的修行是汤，既然你到这有缘，凡是汤休就是你的真心也不一定。慧弟，我带你来这个所在，是希望你能在千锤百炼了后悟得正果。”唐玄奘就急解释说：“我确实是喜欢东山寺的环境，但不过我不敢将自己比作是冠休和尚啊。”智慧大师看到唐玄奘还未记得自己本来的面目，未当坦白回应的表情，略略啊感觉失望，将头歪去边啊。但不过智慧真好，无想要放弃，伊将一首《翻渡赤峰岭，怀通二林》送给伊。希望唐玄奘会当参像红鱼共款，反复吞吐神力，总有一天会当脱胎换骨，降悟成佛。智慧大师徛伫古道楼梯顶头，目睭揢起来，感受日头光透过树枝旁，照伫伊身躯的温暖光影，慢慢啊念出一首诗：踏入春风起复来。东山古道竹丛台，红鱼早晚知良踪。书信同修远不乎？想要知影智慧大师甲唐玄奘续落来发展，且期待后一回高僧传奇。